第十二题，右图为一束光线于暗室中，有丙介质进入乙介质和甲介质的示意图，请问光在哪个介质中速度最快？这是我们学过的折射定律，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较大的，代表光速比较快。从图中可看出来，我们在丙介质中的角度最大，所以它的光速是最快的。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光在哪个介质中的速度最快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丙介质。